学大家好，那欢迎继续参与银行实务第十一讲。那前面的讲是中谈到了王小明在银行转任到授信单位，在呈报授信时了解了银行企业授信及消费金融授信业务以及相关的规范，并且由于部分的客户是进出口厂商，也借此学习了外汇及信用状以进出口贸易融资等业务。在接触授信案件的过程当中，王小明常常好奇，那授信期间往往一年，生活一年以上，然而银行是如何掌握客户的经营变化，以防止逾期的发生？假若发生逾期时，那银行又是如何的催收确保债权？那本讲呢，将从这里开始介绍银行的授信管理与催收业务，那谈的就是授信的复审、逾期放款和催收的流程等业务。那首先还是来定义授信复审。所谓的授信复审，就是对授信案件进行再一次的审查，其目的就是要确保授信政策能确切的执行，并及时的了解客户的营运和财务状况，以及确认借款人是否确实履行授信约定之事项，以维护授信债权之良好品质和安全的收回。那银行如何办理复审呢？有以下的规定。第一，银行应于授信案件待放后办理复审及追踪好工作，其重点在于了解授信户能否按照原定的贷款计划妥善的应用，然后切实履行契约规定及其他的约定事项。那重要的授信个案呢，如有实际的需要，应该办理实际的复审。其相关的管理规定由银行依相关的法规自行订定之。那银行在办理授信复审时，其复审人员不得复审本身所经办之授信案件，而且每一授信案件经办理复审后，均应编制复审报告。那第二是授信复审追踪工作，除了承办授信人员所提出的应予追踪管理事项外，并应遵循以下的各项来实施。第一个就是直接授信案件应查核其资金的实际用途是否与申贷的用途相符。那对通常期的放款或经核准转期之授信案件，依责成其就财务业务及原定的计划进度按其填报，并做必要之查核。第二，配合交易行为之周转资金贷款，应追踪其查核交易的行为是否实际的存在。第三，是对约定分期偿还之企业授信，应随时查核其产销情形和获利能力。第四，无追索权应收账款承购，应注意买方之付款是否有严重的逾期现象。那复审人员发现授信户有唯一申贷用途或计划使用放款，然后执行申贷计划有偏差不实的情势发生，或有违约异常的征兆，或其他有碍债权确保之余的情形时，应即追查原因，提出检讨，然后必要时应延议债权确保的措施。另外，银行在复审的工作的重点有：一、需查核申贷与实际用途是否相符；那对周转金的贷款是否有真实交易的行为存在；那对于分期摊还之授信案件，查核其产销与获利；对无遵守权的应收账款承购，应注意买方的付款情况。第二，债权确保的查核，查核担保品的数量是否有灭失、变更或损害，且其价值的变化之情形，有否需要补增提担保，保险金额、期限及受益人是否正确。第三是一般信用之追踪查核，查核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及各银行往来是否维持正常往来的情形，依据各户之有关业务资料，并分析财务报表，然后评估经营变化以及未来的发展。以上是有关于银行办理授信业务复审相关应注意的事项。那接着我们来谈谈逾期放款。在谈这项业务之前，我们还是来定义何谓逾期放款。那简单来说，就是超过到期日尚未偿还的放款，以及对各项放款及其他授信款项，如已借期清偿、而未受清偿或虽未借期，但依银行与约定人之间的契约约定，银行引用加速条款而提前请求清偿者，以银行通知债务人之还款日为清偿期而未还者。那进一步的来依银行评估损失准备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呆账办处理办法第七条之规定说明，逾期放款指的就是积欠本金
或利息超过清偿期的三个月，或虽未超过三个月，但已向主同债务人诉追或处分担保品者，协议分期偿还放款符合一定的条件，并依协议条件履行达六个月以上，且协议的利率不低于原承作的利率，或银行新承作同类放款之利率者，得免予列报逾期放款。但于免予列报期间再发生未依约清偿超过三个月者，仍应列报。那刚刚前面谈到的符合的一定的条件，指的是符合下列的情形。第一个就是原系指于短期放款，以每年偿还本息 10% 以上为原则，为期限最长至五年为限。那原为中长期放款者，即分期偿还的期限以原偿于年限之两倍为限，为最长不可以超过30年。于原偿于的年限内，其分期偿还之部分不得低于基欠本金之 30%。如果中长期放款已无偿于年限或偿于年限之两倍未满五年者，分期偿还期限得延长为五年，并以每年偿还本息在 10% 以上为原则。而清偿期是说对于分期偿还之各项放款及其他授信款项以约定日期为定清偿期，但如银行依契约请求提前清偿者，依银行通知债务人还款之日为清偿期。那银行在办理授信案件若不慎发生逾期的放款，其对逾期放款应有的态度为：第一，就是对于授信逾期案件催收款呆账之处理，应依主管机关有关规定自行订定；对于授信逾期的案件，应积极的催讨，然后未获清偿，应依规定转列为催收款项，并继续设法催收，经评估收回无望者，依规定程序转列呆账。对已列为呆账，得应随时注意债务人之经济情况及偿债能力，然后伺机的追讨。一般银行对于授信资产的品质应核实的评估，并适当的提列背离呆账，以强化经济经营体质。然而若发生逾期放款时，该授信资产即为不良的资产，而不良资产评估如为资产负债表表内及表外之非授信资产评估，应按资产之特性，依一般功能会计原则及其他相关规定，基于稳健原则评估可能的损失，并提足损失准备。假若是资产负债表表内及表外之授信资产，除将属于正常之授信资产列为第一类外，余之不良授信资产应按照债权之担保情形及逾期的时间之长短予以评估，分别列为第二类应予以注意者，第三类渴望回收者，第四类收回困难者，第五类收回无望者。那以上 各类的不良授信资产分别的定义如下：第二类应予以注意者，指的就是资产授信资产经评估有足额的担保部分，且授信户积欠的本金或利息超过清偿期一个月至十二个月者，或授信资产经评估已无担保部分，且授信户积欠的本金或利息超过清偿期一个月至三个月者，或授信的资产虽未届清偿期或到期日，且授信户已有其他债信不良者。那第三类的渴望收回者，指的就是授信资产经评估有足额的部分担保，那且授信户积欠本金或利息超过清偿期十二月者，或授信资产经评估已无担保部分，且授信户积欠的本金或利息超过清偿期三个月至六个月者。那所谓的第四类收回困难者，指的就是授信资产经评估已无担保的部分，且授信户积欠的本金或利息超过清偿期六个月至十二个月。那第五类收回无望者，指的就是授信资产经评估已无担保部分，且授信户积欠的本金或利息超过清偿期十二个月者，或授信资产经评估无法收回者。那银行对于资产负债表表内及表外之授信资产，应按规定确实评估，并以第一类的授信资产债权余额扣除对于我国政府机关，指就是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之债权余额之1%；第二类授信资产债权余额之2%；那第三类授信资产债权余额之10%；第四类授信资产债权余额之50%；以及第五类授信资产债权余额全部之和，也就是100%，为最低的标准，提足背离呆账及保证责任准备。为强化银行对特定授信户资产之
损失承担能力，那主管机关有必要的时候的要求银行提高特定授信资产之备抵代账及保证责任准备，并且银行依前述所规定所提列之损失准备、备抵代账、保证责任准备，经主管机关或金融检查机构评估不足时，银行应立即依主管机关的要求或金融检查机构检查意见不足。那本讲的最后一节次，我们来谈的是催收的流程，其定义为指经转入催收款科目之各项放款及其他授信款项，凡逾期放款应于清偿期届满六个月内转入催收款科目，但经协议分期清偿者，并于履约不得不在此限。银行对逾期放款及催收款应依下列的规定积极清理：一、经评估债务人之财务业务状况，认为尚有继续经营价值者，得酌予变更原授信条案件之还款约定，并按董事会规定之授权额度由有权者核准。第二，银行依民事诉讼法、强制执行法及其他相关法令规定积极的清理，但经协议分期清偿偿还者不在此限。银行如认为主同债务人却无能力全部清偿本金，得依董事会规定之授权额度标准斟酌实情，由有权核准与债务人成立和解，然后再报常务董事会备查。再来是国外债权因国外政府变更外汇法令而无法如期清偿者，得专案申报经常务董事会核准后办理。银行经催收尚无法收回债款，而转交为呆账，其处理的方式为：第一，就是逾期放款及催收款具有下列之情事者，应扣除估计可回收的部分转交为呆账。债务人因解散、逃匿、和解、破产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债权之全部或一部分不能回收者；二是担保品及主同债务人之财产均贱价甚低，或扣除先顺位抵押权后已无法受偿，或执行费用已接近或可能超过银行可受偿的金额，执行无实益者；第三，担保品及主同债务人之财产经多次减价拍卖无人应买，而银行亦无承受实益者；第四是逾期放款及催收款逾清偿期两年，经催收仍未收回者，而逾期放款及催收款之转销，应经董事会之决议通过，并通知监察人；但经主管机关或金融检察机关之要求转销者，应即转销为呆账，并提报最近一次之董事会，并通知监察人备查。那董事会休会期间，得由常务董事会代为行使，并通知监察人再报董事会备查。那前项的规定，如有其余授信或转销呆账时，属于银行法第33条规定金额以上之案件，应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那外国银行在台分行得依其总行的授权程序来办理。而逾期放款和催收款的转销，应先提列之备抵呆账或保证责任准备等项下充抵，如有不足，得列为当年的损失。那逾期放款及催收款的转销时，应即查明授信有无依据法令及银行规章办理，如经查明系依授信程序办理，并依规定办理复审追查工作，且无违法失职者，得予免追究行政责任；如有违失，由银行依其分层负责及授权情事考核处分，涉及刑责者，移送检察机关侦办。第五是经依规定程序转列为呆账之各项债权，仍应列为账记载，并详列登记簿备查，由有关的业务单位随时注意主同债务人的动向，如发现可执行之财产时，应即依法诉追。前项评估确无追索之实益者，得报常务董事会核准后，免列予记载及账列追踪，为仍应列登记备查。银行对于催收放款的内部程序为：一是引用加速条款，银行之授信契约皆有其期限，在到期之前，客户及债务人并无提前偿还授信款项之义务，银行及债权人
亦无权利于到期前要求客户偿还，此乃一般的债务人之限期利益。但银行的授信条的期间往往长达二三十年，那银行倘需要借期限其人请求清偿者，对银行的经营显然不利，故银行在授信契约中皆有相述条款之订定。那约定客户在一定的情形以下即丧失期限利益，那授信款项视为全部到期，应立即清偿。那银行授信契约之加速款项通常有下列的数项：一是任何一宗债务不依约清偿本金时；第二是依破产法申请和解、宣告破产或清理债务时，或经票据交换所公告为拒绝往来户；第三是依约定原负有之提供担保之义务而不提供时；第四是因死亡或继承人声明限定继承或抛弃继承时；第五因刑事而没收主要的财产之宣告时；第六任何一项债务不依约付息时；第七是担保物被查封或担保物灭失、价值减少或不付担保债权时；第八就是甲方对乙方所付的债务及实际的资金用途乙方的核定的用途不符时；第九就是受强制执行或甲扣押加处分或其他保全处分致乙方有不能受偿之余时。当然除了以上九种加速条款之事由外，银行倘确认确有保全债权之必要，也可以与借款人个别议定加列其他的事由，但是所议定的其他加速条款必须以契约中以粗体或不同颜色之醒目的方式记载。银行在引用加速条款主张的时候，授信债权全部到期时，已以书面通知主债务人及保证人，请其立即偿还。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规定，银行依上述的第六至第九项之事由为主张时，应于事先以合理的期间通知或催告立约人。第二是催告，各项授信到期或引用加速条款视为到期后，若客户未能于清偿或办理转期手续，以致延滞发生时，银行应对主同债务人寄发催告函，催告如不依约履行，将依法诉追之旨意。第三，通知票据债务人，银行在授信案件所持有之票据，应依其提示，如经提示不付付款者，则须于票据提示之四日内做成拒绝证书，付款银行之拒绝理由单就可以作为拒绝证书了。那对于背书人、发票人及其他汇票之债务人，将拒绝事由通知之。银行若于怠于通知而发生损害时，应负赔偿之责任。第四，调查债务人的财产。若债权有不足清偿之余者，银行则应调查债务人、保证人及票据债务人之财产，以作为采取法律程序之准备。其中调查之财产内容包括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及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债权。第五，行使抵消权。所谓的抵消，因民法第334条内容，两人负负债务而其给付种类相同，并借清偿期时，各得以债务与他方之债务互为抵消。所以银行办理催收案件时，如发生债务人于该银行内有存款时，银行得就该项存款主张抵消，以抵偿其借款债务。为抵消之要件，必须双方债务均借清偿期，客户之支票存款在未终止契约前，定期性存款在未到期之前，银行并无返还存款之义务。亦即尚未借及清偿期，银行通常需先行同或同时终止支票存款的契约，或双方依债务借期清偿期，使得行使抵消权。至于定期存款，则银行需先以书面通知被抵消之债务人，告知行使抵消权，并以副本通知其他债务人。第六，就是消灭时效及其中断。请求权若经一定的时间不行使，法律上即赋予债务人得拒绝履行之权利，使债权人因而丧失请求权之权利，此即为消灭时效之意义。依民法第125条规定，请求权因1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但法律所定期间较短者依其规定。但法律的消灭时效尚有中断之方法，故从事催收工作时应先了解银行债权之消灭时效
及如何行使中断，以确保银行的债权。第七是法律程序，以各种方法进行催收，而债务人仍不履行契约，接着仅能就进行法律强制执行，借以司法之力予以收回。据法律程序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应办理确定的施权之手续，如起诉、审判、判决程序；第二阶段就是应办理实现施权之手续，如申请强制执行、查封与拍卖程序。因银行若办理此两种手续所费不支，且债务人亦可能趁机脱产或隐匿财产，可以逃避债务，使其债权人权益受损。因此，银行有必要时先行办理假扣押或假处分之保全程序，以防止债务人施行上述诈害行为，损及银行的权益。第八，债务人债务之清偿方式，一是直接一次的清偿，二是分期偿还，三是由第三人来偿还，第四是债权的让与。再来是债权收回的抵充顺序，经催收后收回之款项，依民法第323条之规定，经偿人所提出之给付，应先抵充费用，次抵利息，次充原本。然实务上，银行为了降低逾期放款的比率，对于回收的款项，可以债务人约定先抵充的顺序，双方协议后先抵充本金予以收入，列为催收之利息。过去银行除了自行办理逾期放款之催收外，亦因催收所费耗费的人力及物力较多，而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催收，但起初未经主管机关之一定的规范，而衍生出其他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有关新闻报道。来看到这个消费者债务清偿条例在五年前上路，不过今天有卡奴尔就现身说法，他们说自己已经免责了，却还是被讨钱，还有人因此离婚，没了工作。恶劣存在，逼人自杀，逼人自杀。卡奴站出来抗议讨债公司逼人到绝境。五年前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上路，不过没有免责的卡奴到现在还是受到了讨债公司日夜骚扰。没想到他三番两次来打电话来给我，那造成呢我岳母很不高兴，因为这个因素我跟我老婆也离了婚了。然后呢我爸爸因为得了癌症，然后呢他也一天到晚不断的骚扰，电话轰炸，连家人都遭殃。不少卡奴被逼到罹患精神疾病，还有人早就已经免责，竟然也被催债。原来台湾对于催收债款根本没有相关法令规定，导致卡奴无时无刻被骚扰，有人连工作都没了，怎么还钱？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法律规范债务催收的一个范围、一个界限，但是台湾没有。我们已经提出草案，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通过债务催收的法律。卡奴勇敢站出来，有诚意还钱，也希望政府制定保护他们的法令，让他们正常生活，才能还清卡债。目前银行若委外办理催收，除应公布经过评量之催收机构凭单外，并应定期及不定期的对受托单位进行查核及监督，确保无违反以下各项的规定。第一，就是不得有暴力、恐吓、胁迫、辱骂、骚扰、虚伪、诈欺或误导债务人或第三人，或造成债务人之隐私受侵害及其他不当之债务催收行为。第二，不得以影响他人正常居住、就学、工作、营业或生活之骚扰方法进行催收债务。第三是催收的时间为上午7点至晚上10点，但经债务人同意者则不在此限。第四，不得以任何方式透过第三人之干扰或催讨为之。第五，未取得债务人之联系资讯而与第三人联系时，应表明身份及其目的，系为取得债务人之联系资讯。如经第三人请求，应表明系接受特定金融机构之委托，受委托机构之名称，外访时应出具授权书。第六，受托机构以及员工不得向债务人或第三人收取债款或任何费用，但如系法院执行扣薪需要，受托机构为金融机构诉讼代理人，并经该金融机构同意代收该扣薪款项时，则不在此限。
第七，受委托机构之外访人员需佩戴员工识别证，并依外访过程中与客户或其他相关人之谈话全部录音。未经债务人之同意，不可擅自以任何人方式进行其进入其居住的处所。老师，请问银行催收时可能进行的假扣押、假处分是什么意思？假扣押就是暂时查封债务人之财产，并且禁止其处分之意。申请假扣押主要的程序是借由民事诉讼程序或非诉讼程序，如申请发支付命令、本票裁定、拍卖抵押物裁定等等确定时，往往旷日费时，让债务人有脱产的机会。所谓的假处分，指的就是债权人就金钱请求以外之请求，因保全强制执行而对于增值物请求标的实施强制处分的一种程序。假扣押与假处分同属于保全程序，债权人不论系对于债务人实施假扣押或假处分，债务人即丧失对其财产的处分权利，但两者并不相同。假扣押指的就是债权人对金钱的请求，或得意为金钱请求，或保全强制执行而为保全的程序，而假处分就是债权人对金钱以外的请求，与保全强制执行而为之保全程序。老师好，请问提存担保金是什么？何时可以领回？所谓的提存是指提存人将其给付物经常提存或担保物担保提存寄托于法院提存所的一种行为。假扣押裁定内所提供的担保，如是现金或有价证券，债权人应依法办理提存。领回担保金的原因有很多，假扣押、假处分、假执行后，如符合下列其中之一原因，就可以领回担保金。一是如果在假扣押、假处分、假执行的执行程序实施前就撤回执行，可以要求执行处签发证明书，就可以直接拿回证明书向提存所领回你的提存款。第二是债务人同意领回担保金的同意书，经过法院民事裁定准许返还确定。第三是假扣押、假处分、假执行的民事诉讼判决全部胜诉，或者申请支付命令确定，或者是诉讼中和债务人达成和解，调解成立，债务人应当给付全部的债权，或者是仅就应给付的部分债权，在当场和调解笔录内声明同意领回提存物。四是，如果没有以上的原因，又官司败诉确定，可以先以存证信函催告债务人，收到存证信函后20日内行使权利，并撤回假扣押、假处分的执行程序。即申请裁定撤销原来的裁定，等到债务人没有在时间内行使权利及撤销假扣押、假处分裁定确定后，就可以拿到这些证明资料，向民事庭申请裁定准许发还担保金。那这一讲介绍了授信管理与催收业务，将告一段落。那下一讲次将继续介绍银行的信托业务，欢迎下回按时继续收看，再会。